今日是5月20日，农历4月13，都是24节气入边嘅小满，意味住天气越嚟越热，雨量都逐渐增多，大家都要多啲留意天气报告啊！而嫁娶、沐浴、扫舍，时日最旺嘅系属鼠啊，财运佳，但牵涉投资问题要量力而行。有狂野空姐之称嘅廖慧儿 Jessica 就系属鼠，佢有份担任做主持嘅节目《港女野人》，今年初再度开拍，又有新节目《网红甜卡》。而作为瑜伽导师的他，早前就和朋友一起夹粉，在上环开设 studio， 得闲的时候都会亲身教学员做瑜伽。 Jessica 虽然财运佳，但是如果有想着开分店的想法，都要记得量力而行啊。今日幸运星是巨蟹座，把握时机为事业奋斗，取得佳绩指日可待啊！巨蟹座的谷雅薇薇薇去年五月开办歌唱学校，又筹备歌唱比赛，发掘有潜质的新人。而她主唱的剧集《分校试》片尾曲《阿拉斯加海湾》，上月底虽然卷入侵权风波，但之后都澄清翻，嚟紧佢仲有两首剧歌推出，同埋为新歌做宣传。薇薇咁努力，相信佢年底一定会有好成绩噶。幸运方向坐东北向西南，幸运数字2、13、44，幸运颜色蓝色、黑色。